慢快好玩装置，每天都尝试引爆眼前这个天地俄罗斯轮盘一次，直到1000订阅。那么引爆它的方法呢，非常简单，只要打掉眼前这个红石粉，就有机会引爆它。那么一旦引爆，龙就必须要在直播中多挖一颗钻石。当然你也可以到这部影片下方留言说龙挖钻石，那么龙也必须再多挖一颗钻石。雷宝，今天是第几天？第4天，有没有爆炸呢？拜托不要。又爆了。